大家好，我是郭帆，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。单程票，一趟无人认识的时空旅程，就他了。为什么要回到过去？该走了。去哪儿？拯救我爱的人。喂，我男朋友明天要手术了，我现在需要30,000块钱。喂，30,000块钱在这里。你要去哪里？回到我应该去的地方。那你那位叫什么？王倩。